职场大学的理念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案例，在职场里面可能有老板的想法，有上司的想法，有自己，然后甚至有下属，这么多的不同的角度，可在讲关系的这件事情当中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以去换，真正的换位思考是很珍贵的，就是你要换位还要换到位。对，你为什么瞧不对？对，你常常觉得说有啊，我替你想啊，我站在你的角度想啊，可是是真的吗？还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说，你让我你让一步的时候我会怎么样？我让一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其实那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彼此在拉扯。对，可是我们常常只有看到自己的需求，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你看到对方的需求，可是并没有。这个理念其实他在，就是看待事情的角度上面多了很多的面向，对，然后自己想法、对方想法、第三者想法，这很多就会变成有很多是你原来没有设想到